温馨的十二月，远雄又来大饭店分享爱与欢乐。那我们协同远雄文教公益基金会，还有海洋公园，那邀请台湾世界展望会花莲中心服务的15位小朋友们，一起来远雄又来海洋公园这边，针对海洋生态一个零距离的一个体验。那同时，也能够提前过一个圣诞，来过圣诞节的一个欢乐的一个气氛。那在饭店端的部分，我们也提前让小朋友享用不同的一个圣诞大餐。我们推出了马告盐烤炉烤的一个大火鸡，那也邀请大家在圣诞期间能够来远雄悦来大饭店享用圣诞大餐。